你的肚子很大，脂肪很多吗？不要焦虑，这个小茶包可以恢复你的身材和自信。你看这么大的肚子，光靠健身是很难瘦下去的，因为脂肪在体内已经凝固。如果你的脂肪很容易堆积在腹部，我来教你省钱又能瘦下来的方法。这是柠檬山楂荷叶茶，含有16种去油草药，喝了它可以带走你体内的油脂。坚持喝下去，你会发现惊人的效果，无副作用，不反弹，保持身材的秘方。记得晚饭后喝一杯，我保证如果25天内没有效果，给你免费退款。我们特别喜欢用的是无籽柠檬，那因为我妈妈她本身有胃溃疡，我们里面还有另外用的一个成分叫甜菊叶，甜菊叶它是天然的甜味。那我爸爸他生前他有糖尿病，糖尿病患者喜欢吃甜又不能吃甜，所以其实我在做柠檬茶，我希望也算纪念我爸爸，我希望做出糖尿病患者喜欢吃、可以吃、越吃越健康的一个柠檬茶。